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兼自由换》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咧又继续玩呢个 Fate Grand Order。咁好啦，承接翻上一次嘅进度咧，我哋咧就会继续咧系去玩呢一个嘅《死界魔武都市》啊。系啦，呢啲剧情嘅嘢，我系会加速咗佢，系啦。悭翻啲时间。お前の命、マルスへ捧げる。そうか。咁我而家呢一队嘢咧都几稳阵嘅，系啦。咁啊，同埋咧用 Lancer 咧，即系擅长用枪嘅嗰啲英灵啦。咁样富克林啊，好似叫做，因为佢有唔同嘅翻译噶嘛。嗰个角色，即系命运守护嘅嗰个 Lancer， 或者读 Lancer 啦嗰个字。咁样个 Lancer 系点样咧？佢系有一招回避咧，系可以挡人哋三招嘅，咁系非常之好用嘅，系啦。咁我本身咧就都有好多 Lancer， 我都唔知点解。同埋 Lancer 咧，佢出嘅时候出咗好多嘅，系啦。咁咧就有命运守护夜嗰个啦，同埋咧就有一个咧就系Caster 版咁样啦。同埋有个系咩版呢？有一个咧就系嗰、那个原版咯。因为其实咧 Saber 咧佢最初嘅设定咧系嗰个男仔嚟噶嘛，系一个最初嘅设定系男仔嚟嘅 Saber， 后屘咧就变咗做女仔咁样，喺命运守护者嗰度。所以非常之好用嘅，巴萨卡系好好用嘅，系呢个巴萨卡，兰斯洛特，同埋喺 Fate Zero 嗰度咧，兰斯洛特咧系可以咧，佢拎乜嘢咧就会变咗做自己嘅宝具噶嘛，可以，所以呢个系几劲嘅呢下，呢下的确系好劲。甚至佢系跳上咗一架嗰啲咩战斗机嗰度咧，个战斗机就系佢嘅宝具，之后成架嘢发黑咁样。通常嗰个预设嘅角色咧，都系好少人用噶啦，我都知道。Saber Danger 喎，写住嗰度，呢个都算系小 boss 啦，我觉得真系啊，对住啲小 boss 嘅，我梗系唔会留手啦。未系时候用，好，储下嘢先。
吸血。去啦，癫狗。点解望落去呢只嘢咁似樱花大战嗰啲光武嘅大佬，仲要喷气喎，黐线！有啲危险噶，我觉得，俾佢回避一下先。储下啲 NP。Yes， 多谢你打我。咁我就可以打死你啦！宝具威力提升，攻击力提升，去啦，巴萨卡！你仲唔死？同埋本身咧，佢个属性咧又黑佢噶嘛 ？Yes， 得咗 ，overQ。哇，开心啊！呢、這个巴萨卡叫添啊！我呢件衫其实都差唔多升到尽啦，仲有一个 level 就都系时候要换下衫，升下其他衫。好啦，第二节嘅最后一关应该唔少嘢嘅，继续用呢只。咦？揿错掣喎，好似之前少咁啲嘢，点解会？佢应该系有个系咪呢个？系啦，应该系咁嘅。好，继续。睇做咩？有啲咩问题？哦，影咗啲嘢俾佢睇，就俾嗰条友分析。OK， 哇哇哇哇哇！哎呀！领嘢 PK 中招啦，啱啱好似叫咗佢后退嘅啦，已经你乜水啊八婆？慢慢，喂喂喂喂，块面有疤痕嘅喎呢个，哇着到咁少嘅，只着条底裤仔嘅，玩嘢。呢个肯定，肯定应该系。阿沙斯嚟嘅，我觉得佢做啲嘢系刺杀咁样，系咪阿沙斯啊？系我就斩死你噶啦，叫啲巴萨卡最终决斗，哇！真系阿沙斯，好啊，上升。头先嗰个都系小 boss， 呢个都我都俾佢算系。大佬啊啦，呢个系属于，因为有啲大大佬先劲啊，成只鸡蛋咁嘅样，劲多只眼。哇哇，黐线，扣咁多血，你傻噶你？
好啦，目標破壊術，用寶具先，絕招。系啦，呢个绝招咧系可以令到敌方嘅攻击力啊，即系唔系讲错咗，系防御力下降，所以系非常之好嘅，我觉得。虽然咧下一个乜嘢咧，我个 Saber 应该会俾人杀噶啦，真系。但系因为当三张都系蓝，即系蓝色牌啦，当佢呢啲系三张都系蓝色牌嘅时候咧，就会咧咩噶啦，就会加嗰啲 MP 系特别多嘅。咁呢个就破坏工作啦，可以令到佢攻击力下降啦，自己 MP 可以多啲啦，打人嘅时候绝招啦，仲等咩啊？点知佢危唔危险啊？系咪先？好，继续。试下巴萨卡嘅绝招啊！你嘅啦，好惊啊！绝招啊！有啲咩绝招啊？Oh my god！ 好彩佢杀一隻咋，定系如果佢杀晒全部就惨啊，真系回避。都话癫狗最劲噶啦，癫狗做得好。阿癫狗又叫啦，真系有型啊！真系癫狗。哎呀，太快！啱啱我飞呀，飞错咗啲嘢。佢有讲佢老豆好似系阿瑟王，即系 Fate Zero 同埋 Fate Stay Light 嗰个 Saber 就系佢老豆啦。呢、這个其实系Fate Zero 有讲嘅 ，Fate Stay Light。唔係 Stage Light， 係 Stay Light 都有講嘅，係啦。咁啊，睇下點啦。我哋應該係可以試用嘅呢、這個角色，我估係咪？係咪啊？真係隊友啊！是但啦，試下用啦。虽然佢都唔够巴萨卡劲噶啦，我觉得。咦？呢只阿沙斯都有噶。
咦，达文西喎、啊。好，试用下先。佢都冇阿巴萨卡咁劲。我啲怪唔出真功夫咋，出真功夫一下一件啊，大佬几劲啊！啊，系啊，唔知之前有冇讲过，就每完成一个呢啲二点啦，叫做，即系完成咗呢啲二点咧，过咗关之后咧，佢就会送一只嘅英灵俾你啦。咁我其实咧，我就想睇一睇阿修王个女啊个绝招系点嘅，所以咧我就想储一储嗰啲 MP。咁啊，好可惜系我只 Saber 阿匈奴王，匈奴王咧就储到个咩先嘅，咁啊唯有唔咁重手啦，今次打得慢慢打啦，今次。为了看那个绝招，喂，加油啊，给你出绝招啊，是叻女，做得好，俾你威下先，阿修王个仔啊定女啊唔知啊，是但啦，去啦。俾你威下先啦。同阿修王差不多啫喎，阿修王就玩啲人成日话咩黄色咖喱棒啊嘛，呢个系咩啊？呢个士多啤梨棒啊，定非啊番茄棒啊，肉酱棒啊？OK， 嚟紧我应该唔会再用佢噶啦，因为佢根本就唔够嗰啲嘢劲。好，睇睇先。系啦，咁解咗第一个疑点咧。就应该是送呢隻嘅，我冇记错的话是送呢隻嘅，然之后咧就会再过关咧就是送呢一隻嘅，系啦，就会送呢一隻嘅
富克林好像叫做。爱尔兰唔知乜鬼嘢啊嘛，之后同埋咧佢系呢个 Fate Grandmother 咧就出埋佢个师傅嘅，就教佢用枪同埋将支枪就俾咗佢咁样。咁之后啱啱咧就好似我唔记得咗只 Wanda 系咪送添？呢只就我抽翻嚟嘅，系啦。但我唔记得咗系咪会送咧？应该唔系。我就记得系有呢只啦，呢只 caster 啦，就同埋嗰个啦 ，Basaka 啦。之后就同埋咧，啱啱咧就过咗个海嗰个之后咧。就送了这只给我了，是的，这只就是 Ultra 来的，是的。那另外呢就那个三姊妹我凑齐了，就是美杜莎好像是，她的那些家姐呢我都有买了，已经这个啦，同埋另外嗰個 Ultra 喂，去咗邊啊？喂，大佬有噶噃，之前唔係識買嘛？我頭先係咪指呢只啊？即係係啦，呢只啦。啊，係啊，同埋呢只。哎呀，好似啱啱眼殘啦。按了两次弓箭手，因为没怀疑，即是两个一样样，通常是认样的。是的，那就今次呢我们这条片就来到这里先了。如果喜欢这条片你可以 like 或者 share， 我们下一条片回来再见。那么多位观众，拜拜。